没错，您在收看的是《型男大主厨》，老婆很会买，万元挑战赛。晚安，你好。感谢观众朋友在每天晚上七点钟，三立都会台三十频道养成了准时收看《型男大主厨》的良好生活习惯。是的，今天万元挑战赛又来了。哇！两包万元给两组夫妇，老婆很会买吗？还是很会拜呢？老婆不懂得持家，只会败家的话，我看老公也辛苦。哦、不行，对。来，欢迎一下两组夫妇，罗美玲、刘雨柔带着老公来喽。欢迎他们。欢迎欢迎欢迎。那两组夫妇呢？结婚都有一段时间了。嗯。哦，不好意思啊，人家弄了一胎，你们这边打算？再说，再两年。计划。还要再两年，等他退休，我不要一个人带小孩，很累。我支持你，他没那么快退休，他两年选手退下来就可以开始，他可以比较多时间在小孩身上的时候再，因为弄孩子真不容易。对啊，对，选手退下就专心当，而且他也想参与小孩的成长，所以不能重要，一定要非常重要。朋友在家里做菜吧，哦，很会做，他们很厉害。这边笑什么？为什么这么开心？不是，我觉得今天来就是完全就是做效果用的。哦，那要有效果。如果没有，他说什么？我们支持啊，我们绝对尊重。我是要有效果，一个自然的效果，哦，自然的，就是煮菜大爆笑。他不，我不让他进厨房。来，这是10000元。来，哎呦，哎呦，几万块了。最后两阶段下来，赢的人就把剩下的钱带走。今天有师傅带你们，不担心，好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好。把你们看家的本领拿出来 ，OK。进行第一个阶段，吃过就会做。炖一个咖啡脆虾松，接着宝郎师傅会用咖啡粉、香油、鲜奶、盐巴、白胡椒粉、米酒来抓腌虾仁，另外师傅还加了蟹腿肉，一样先抓腌备用，再来用香油将虾仁炒香，再利用铜锅鱼油来炒虾松的配料，接着取辣椒、蒜末、酸菜炒香之后，再加入荸荠、小黄瓜、清水、盐、糖拌炒均匀，再放入蟹腿肉炒至干爽之后，加入虾仁拌炒，而后撒上泡面碎、香菜提味，最后就是排盘了。取罗曼叶铺底，倒入锅中炒料，摆上咖啡豆、核桃、香菜点缀后，这道咖啡脆虾松就完成了。两位夫妻档究竟会吃出哪些食材？他们又会花多少钱来买菜嘞？嗨，吃过就会做。嗯，表面待会呢，老公会现在出去吃一分钟，那个地方在第二现场，表面各有一个师傅带着你们。OK， 那就看团队默契了。交给你们了。红色是200，红色200，黄色是400，黄色400，过两个价钱，接两个价钱。对，黄玉仁同学，泰瑞，来，准备，请，老公，老公好好吃，老公用平板吃，拜托，哪里，老公午宴，哎，我可以直接，可以要松，哎呦，你怎么对我这么好啦？不要这样，教练，你的虾瓜，嗯。瓜没有，瓜有泡面，泡面，然后有脆脆的是什么？泡面王子面没有，有一个白白脆脆。中途的呢？怎么会互相讨论？弄黄瓜，虾，没有没有。这个是咖啡豆，有腰果，这是葱吗？葱吗？香菜。九八。七酸菜六五四三二一，好了，我觉得没有那么简单。两位男主人，请回家。我光看上面的菜就知道没那么简单。要把它吃完，吃完了吗？吃完了，好吃好吃。不能带便当，给我吗？好，好，我们停下这边，30秒准备，你吃到了什么？计时开始。是什么？啊，前骨有泡面，它是这种虾东西，它不是生菜，它是卤米生。然后包，然后里面有虾松之类的，有虾，有坚果，有小黄瓜。虾是脆的还是软的？酸菜，虾是有像做虾松一样。对对，虾松那种。那面是用炸过？面没有，面是直接干的。对，然后中间还摆。煮过还是？没有，它直接打捣碎炒上去。对，然后咖啡豆，然后还有小黄瓜，然后还有酸菜，还有那个。哎，吃得很清楚哎。不错哎，厉害哦。哎呦。吃得很清楚，怎么会有菜里面有咖啡豆呢？对啊，那之前整个组装起来就有一点怪。没有，它咖啡豆特别有陷阱。咖啡豆是它只摆在。哦，两分钟，还出来，还穿，真是马西手哟，马西手哟。来，暂停。
这边准备，让我们知道一下你都吃到了些什么。三十秒准备，计时开始。没有吃到虾子，然后泡面切碎碎末，然后有瓜，有碧琪，什么瓜？小黄瓜，小应该是黄瓜，小然后碧琪也有，然后有香菜，有酸菜，有咖啡豆，然后生菜。咖啡豆，对，在中间，然后生菜。咖啡豆怎么会有咖啡豆？就生菜铺在下面。怎么会有像虾松那样子吗？像虾松，像虾松，但它那个虾子的切的大块状态大一点点，不是这么细。不是动作很好。咖啡豆，有一点微微的，微微有点辣，然后有一点辣，一点，然后有点脆脆。调味就选手都奶乳。新鲜的，应该。怎么买？准备买菜。怎么买啊？买菜三分钟加备料，建议时刻。没有咖啡豆。来，不要看，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哈，我们菜菜的部分哦，来。红标的都是200块哈，红标200，黄标的是400块，这个是这个是这个这个吗？1000、1600、1000，是这个吗？香菜，对，是这个还是1600？1800，这个，这是生菜，有生菜吗？有，这个有，哎，这个有没有？葱 ，Harry 这个有，哎，省一点，酸菜这边有，酸菜有，哎，省一点，我们连客。加菜末都有，大菜榨菜，这么粗吗？对，大菜跟大菜不一样哎。还有切葱，有可以，有可以使用酱哦。这边有辣椒末哦，哈，你要哪一种辣都有。好，来，各位，没有吃到。来，你想更上？2200。哎，有送葱，还有葱呢。上墨，再少一个啊！100哦。哇，那个，他老婆很会骗，不是很会买，很会骗的。2800，2800。多买了什么？我这样吗？多600，这样吗？哎，我们家境比较好啊。切一块。我觉得他讲的东西会比较明确一点。不要那么小。对，那边可能少买，所以买。陈宝老师对于接到这样的任务，大一点的吗？你都用什么？口感是大的，我都用平常。他们这样会不会太小？真的哦，想太多了。师傅都已经拿了备货了，真的。然后每次都炫技。像差不多这样可以。然后这个要排六步，这个要先。请问一下，你刚才听他们陈述之后，你的画面是具体吗？有点就像虾松一样。他说对，哎，有可能哦。可能要放再吃看看。对，我们来看一下对面。来走，菜有点不一样。确定是那个菜吗？一定要吃的更清楚。哎呦，是那个菜吗？我觉得旅游的刀工还可以。我确定是生菜。有啊，现在都是拍做的。种类。我不很少吃菜，所以我也不知道。哎，你们比对面少了600块哦。没关系。没关系，什么意思？就是你们食材买的比较少，对，你们比较，你们这样子可能要赢可能难哦。今天来就没有打算赢，他是生菜。老婆手上有刀，你不要乱讲话。生菜，一起地里呢，我们去那两餐就你认真哦。时间剩下30秒，会是这个场景吗？感觉哎，两边的顾问有没有要交代的啊？会是这样子长型吗？哎，像很有可能哦。会不会是长的把它切短了呢？有可能哦。没关系啦，雨人会吃得出来。你看，那有没有姜跟蒜？时间到。时间到。请停手。来，两边暂停所有动作。两边的老婆准备出发。刘雨柔、罗美玲，请到第二现场。我很会认。出发，请吃，用餐1分钟，把它吃清楚。Go。记得回来不要。吓死！我问你不要这么幼稚嘛，干什么？把他吓傻了。你真的是笨蛋，张胜凯！你全部都给我拿错，浪费我的权利。哦，我买错可以退吗？啊，不能。哎，对不对？破镜出门啊，没有退的，没有退的。我真快被他气死，我也快被气死了。乱买，怎么办？9、8、7，6，来两位，我们头抬起来一点，不然要看不到你们。3、2、1，时间到。你们真的都乱讲哎！嘴巴我又惨了，嘴巴又惨了，没有那么严重。我们这边有人家有9册，我们这边有15册，来啊，可以来回去，来 beat， 来下一次来这来 beat。来，我们这边先来，准备，预备，30秒，计时开始。不是这个菜，是那个。是那个、啊。有蒜末。有蒜末。有辣椒。还有，黑豆酱。不是黑豆酱。
辣椒末，辣椒末，辣椒末有蒜末，然后不是这个菜，是那个菜，是另外一个菜。那其他的都对，都对，对。好，那里面有没有放泡面粉？一定要。没有，因为它泡面只是放进去，它没有很多，它泡面只是少少加口感。腰果也做了，腰果是另外一种，不是这种，是另外皱的，比较深咖啡色的。喝一口。时间到。好。等准备。三十秒，计时开始。刚说不是小，没有那个的味道。怎么办？没有这个，没有这个，没有，还是这个？哇，没错，这个也没有，这个也没有，没有咖啡粉。可是我就吃到是咸咸辣辣的，但是它除了有虾之外，它还有蟹肉。哦，还有蟹，有蟹肉，因为我吃到软软的蟹肉。啊，不是那个吗？这个本身，那个不是这个有，抓一抓，然后那个也有，然后口感是这个，对，但不是这个，是小黄瓜吧？对，是茄瓜丁。来，注意，两边注意。现在拿菜换菜补菜，都可以开工，可以退钱吗，老板？还有七分钟啊，我们只出不进的啊，只出不进的，来，只买不退的，来。老板，我有青菜。没关系，可以退。我觉得一定要特别东西不可。哎，我们东西出去没有再退货的，因为我不晓得你带回去之后有没有掺什么东西。那我们去后面讨论。啊，你去后面，哎，我就跟他去，我跟他去。姜母，没有。好了，就这样，对，来，拜拜。这个酱油，母士帮我。没有，他已经手受伤了，也要。我想到前面那个是百怪，怎么办？打不好加了你就是赢。百怪，用我们下一场，谢谢。来，再次欢迎再度光临。好了，谢谢光临。好，强光，什么鬼？他们刚买了什么？可以换吗？买了，喜欢就可以试吃。哦，他们生菜拿错了，所以要重买。哦，那我们是，我们也是拿。我要买这个啦。师傅有没有想要买什么的？什么三个咖啡粉？你该不会认为我把它看成六百吧？两百啊！六百了，两百！你哦，你真的瞎弄了，瞎弄了！六百，好了，我去做两百。来，欢迎再度光临。刘雨柔，你确定你吃的是这个菜，不是刚刚那个菜？不是。而且你发现他不会去用那个夹力，他直接撕开。对啊，太麻烦。很狂野的方式。抓下去吗？你拿一个盘子，那边还有盘子，撕开哈。刘雨柔还有几件衣服是完整的，他衣服是撕开的。我的衣服，我自己本身买都买半件，其他都买半件了。他本来这件是长袖的，长袖那差，我本来是高领长袖，他本来是高领长袖，把它撕开了，差 OK 了。对的对，好来由来，虾子对，由来。好了啦，哇，很有画面，很有画面，你说沙茶酱够吗？够，他大概也是眼醉而已。邱师傅两边来讲，哪边比较接近一点？没有错，不要差不多哎。你为什么要扮 CC 呢？娇羞，扮娇羞。有没有少拿东西？哦，两边都有少，很容易按到哎。哎，他讲了关键字，两边都有少拿的东西。姜吧，没关系，两边都有。目前詹姆斯这边花3000，王福利师傅那边花3400啊，你们多花了400。我觉得应该会有姜吧？你吃到姜吗？没有，真的没有。真的没有，好吧，那来来吧，就来吧，虾先进来。虾这么大哦？对，没错，对，因为虾煮熟它会缩。炒。这么大块啊！真的，你觉得会缩成什么样子呢？像他这件背心一样。还有十分钟，来隔壁走。那些没有这个吗？没有这个吗？你用水烫。你用水烫。马上起来了，马上起来了。甜味还有没有嘞？你不要干扰我。我没有干扰你，我是干涉你。对啊，你真的是不好相处。笑笑笑。老板，你好淡定哦。笑。我还有菌斑，先判断说这个颜色对不对？阿师傅有什么调？有什么颜色？有什么颜色？阿跟师傅调红酱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它是偏红，对不对？有辣椒酱，有一点红红的。哎呦，辣椒放啦。S O 酱呢？不是红红，有一点像酱油的颜色。S O 酱，颜色。我们打烊了，还有客人是怎样？咸的。加一点偷菜，偷菜啊！买什么？加一点百合，挖一点起来，加一点。还要买什么吗？先吃有吧，好像有吧，对不对？来200。我来。200。那个不好意思，像不像？不像，后面是大葱，不像，很像，有点像，有点像。吃的时候很明显啊，味道都很明显。怎么办？我现在完全毫无那个。准备组装了，大家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它是什么？菜脯。没有。啊，
啊，我们有酸黄瓜，没有，哦，没有。我觉得放一点点酱油就可以。你为什么认为有？因为邱师傅做客家菜的。哎呀，你太厉害了！你们不要这样啦，花200块买安全。哎，要不要再多？反正你多，我们都多了400了。对，大家组装了，坏了，坏了，哎，真的没有吗？没有关系啊，会酸的，跟大家介绍一下啊，德国酸菜，然后酸黄瓜，没有关系，一路没有酸哦，一路是没有酸的哦，哈，来一路，200块，哎，到了就是200块，谢，不是，好的，可以了，只有酸200块，是200啊，一路200，我酸是两块，不要菜，时间快到了，时间快到了，哎，又加了200块，谢谢。哎，好了，不要再花钱，没有，没有关系啊，都没买。两天，第一阶段吃过不会做。你们认为菜名是什么？咖啡虾，咖啡虾松好了。咖啡虾松，到底是什么？咖啡香松，咖啡香松，咖啡香松，咖啡香松。香松啊，咖啡虾松，我还咖啡香送的。你们两杯菜不都是一样的？感觉应该出来的是可咖啡脆，咖啡脆虾松，菜长这样。哦，其实很像啊。来，请拿。你们夫妻俩可以吃一个，对不对？它是碧琪吗？嗯，有咖啡粉。有吗？没有菜粕，虾子很浓的咖啡粉。嗯，真的很浓。所以说，我说有提示主食材。就变动在主食材的腌料哦，味道好重啊，哇，嗯，越吃越重，还不错，蛮好吃的。先吃学姐的，再吃学妹的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做的蛮像的，一样，我们夫妻俩吃一个。平淡还不敢面对。可是我们没有再多加其他的调味，因为比较健康取向，对，要清淡清爽。再吃他们的，那感觉健身吃这个好健康哦，嗯。虾子也是一种，蛋白，好的蛋白，优质蛋白，嗯，那这可以，好喝，其实都好吃哎，哎，我们咸比较多，都好吃哎，少了咖啡的味道，味道，各自走各自，就吃点咖啡豆还是怎么样？吃点咖啡豆，他们自己磨成粉，提神啊，咖啡脆虾松，准备举牌，获胜的是，一、二、三举牌。哇，漂亮！两票，恭喜！阿姨是先说，为什么？这一道菜呢，口感的堆叠，还有每一个丁丁的组合呢，在嘴巴里面不断的敲响着我们的味蕾。那么跟老师做的这个接近度很接近，嗯，而且调味调得很好。所以投到那边，邱宝老师怎么说？两边都没有抓烟之下，但是它的蛋。然后整体吃下来呢，它比较平，这个比较有层次，那而且丁度呢跟我的比较接近。丁度，对，丁度，我长这么大我还没听过什么叫丁度。真的形容词。切丁的大小，板，切丁的大小，简称丁度。2-0再次领先，恭喜。宴客指定菜，请看。海鲜豆腐煲，等就各位。鸡蛋都没有，加一份菜白粉要吗？小块菜，海鲜呢？虾子、鲍鱼、干贝、葱跟姜，然后鸡蛋豆腐、青虾、小鲍鱼、龙卷、干贝。好，咖喱下去炒一下，马上就加高汤。调味都是好的，对，好，然后蛋要把那个腌制香，蛋多味，有控制预算吗？海鲜我们拿四个吧，哎，少一个也才500。哦，这样子马大哥会开心，最重要。看来宇宙队已经不在乎花多少钱了，决定买好菜做好料理，就想再赢一次。而美玲队将用咖喱来做海鲜豆腐堡的主要调味，究竟他们还有没有机会逆转胜利？100，黄标300，蓝标500。做菜10分钟把它完成，中间可以求救做1分钟，求救做1分钟，求救做1分钟，朋友，准备计时开始，开始，好，买菜喽，小心点，来，好，年终庆哦，骗的，没关系，啊，你们看到，来400，跟手臂一样大的那海大虾有没有？先是啊，哎，这椰浆有点太少了，椰浆现在进比较贵一点，可以买一送一吗？买一送一，好不好？2500，去拿，上过了。
虾膏汤圆就是的。来，这边有生蚝啊，有大生蚝啊，2600，三千六，虾膏有虾汤，然后有鱼汤，三千，差不多，3600，你们3600，米粉可以买。太少了，三千，你刚刚已经送了椰浆了，3400，不好意思了，送椰浆的，好了，3400，三千四，我们这里有咖喱块啊，清仓大拍卖，是不是？咖喱块，对不对？3000咖喱块，那咖喱饭来了啦。咖喱块，这多少？咖喱块是300块。你先算好了吗？3400，可是这个浓醇香哦，哎呀，蔬菜都买那么少啊？对啊，大家都是毛起来买海鲜，我没算错。哎，我们要再准备一颗蛋吗？没算错吧？2000，王福利100块，不用谢谢，不用了哈。你海鲜不腌的吗？好，就那来一颗蛋好了。100块，哎，贵呢你们的蛋。不是交朋友吗？你在这儿，不用送。哇，好大方哦。那你有 XO 酱吗？哎，你拿什么？老师，你站中间好了，我觉得可以。他不能讲，站中间没有用啊。他不能讲啊，可以讲吗？不能讲，只能中间求救一分钟。你现在不能讲了哦，哈。刚刚有特训吗？你如果要讲也可以，那你就拿1000块来让你讲一分钟。哦，讲话也要1000块？哎，我们上一场才贵。对啊，比律师还贵。真的？那你过油给我拿1500。哎，过油很重要。有没有这边嫩的？嗯。哎，嗯。讲过了，哎，胡萝卜太少，胡萝卜多少？你们就想象你在要不要咖啡粉？吃完豆腐要先炸，真的不是？骗吗？咖啡粉不要再来乱了，吃长什么？要不要咖啡粉吗？不要。时间剩下7分钟，我们看一下对面，把抓走，把抓走，先放豆粉走吧。哎呀，鱼露、酒、蛋白还要什么？老公，你的油温现在泡豆腐。嗯，你们这边有了干贝，然后虾子，夫妻一起做菜，感情就越来越好了。嗯，你们还买了鲍鱼啊？哎，这个川烫，哇，不一样哦。我们很丰盛，多两份。我已经不在乎钱了，我们希望大家吃的开心。我刚自己拿了500块贴近，有吗？有。你要不要买那个海大虾？好，没有了。外面一吃是要500块，我们今天买一送一。我们这个做完再买，啊，做完再买回家带回家。做完再买，对对对。做完你不会买？我买，带回家。我干嘛？把它捞起来，剥掉去。还没二十秒，太少了。这种，好嘞，这么快？20秒吗？稍微放一下。吐出来。哎，对面是走咖喱的味道，你们是走哪一路的？海鲜放咖喱，可惜了。对。哎呦，哦。而且他们花了钱买的咖喱，一起腌吗？日本咖喱块，我没有买哦。要不要卸任？等一下，那我咖喱粉，咖喱粉啊！你们也加了椰奶嘛，对不对？那就把内脏拿掉。你们的豆腐还在锅里哦。因为它刚火够大，油没上来啊。你现在摇了3下。600，要调了火，摇3下600。请问是哪一间 disco？ disco 是多久以前的？你管我！哦，迪斯科，摇3下600，嘴要跳掉，嘴跳最厉害。这个要烫吗？要穿，要过油。等一下，你先把它都拿到盘上。哎，你现在教了。对哈，对啊，哎，实在是老板，哎，你男的在什么？你要炒东西，又在教我，没炒，600，对吧？我讲2下，你是哪一间摸摸茶？好久以前了，你怎么会有这么多社会的收费标准？我们忘了买东西，还有有没有什么？还有什么没买吗？还可以买吗？可以，买什么？对，去，我们跟 seven 要24小时的，想去哦。老公，姜跟葱，姜跟葱没有葱啊，姜蒜，你看，都帮你切好了，一百哦，姜这是蒜，葱，我们买一包，然后我给你几颗，我2颗，你2颗，这样够了。这样子你老婆会不开心，你老公也不开心。刚刚说一个蛋啊，很有礼貌。对啊，刚刚有送我们的蛋啊。啊，这样多少钱？你拿100，都100，好，谢谢。太小，你想够100？可以了，100哦，100。不用，谢光临。我拿100块。在哪里？我拿，因为你在手上。两边都有姜嘛？对。有姜有蒜。有了。两边都有姜，是不是各100？因为他们对分的。
哦，姜也对分了，对，哦，这么神，姜末，对，好，先等一下，先放旁边，让它先弄出来，好，哎，你们要葱对不对？对，葱我们，老公你有买葱吗？还没，叫他送，我们刚买很多东西，他可以送一把葱，会送吧？啊，会送，菜市场都会送一把葱，老板你不送葱，我把你举起来，哦，你如果刚刚举起来，我想看你把它举起来。老板，可以给我葱吗？别讲别讲。哎，葱你有没有买葱啊？我们用掉了，你少来。没有，我们上一场买的。快哦，时间剩下四分钟不到哦。站在这边。要不要求救？拍吗？算，不用算。还不要求救吗？葱啊，要不要求救？求救了吧。还没。好了，条件好不好？送葱。要睡油，睡油。谢谢，谢谢老板。哎，两边都要送。对啊，对啊，这是公平的。哦哦。把你该切的把它切一切，海鲜来，来来来，还没，你这葱还没切，有送的是，我们有求救，送葱，没有，来带走，跟你走，走，哎，要求救，海鲜也是有，要，然后带回来，哎，我切一点，这谁？你这老不全用啊？他就，对啊，我想说为什么不全用啊？没有，你要看一下，哎，这做海鲜看一下，干掉的，好来，今天你加了什么？米酒、盐巴，还有一点点太白粉。有加咖啡粉吗？没有。不要再有咖啡粉了。不用，咖啡粉拿来。这是什么水啊？求救了吧？就是那个香汤。我们可以求救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你可以先把这个移到前面，换一个锅子。好了，不要聊了，干什么东西了？要不要求救？爸爸在哪里？好了，在这里。我要求救了。来一杯，一起说一杯。请师傅帮忙。来，一分钟准备，计时开始。哎呦，师傅不要紧张。做完，加油。做完，做完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油温很高，我刚刚一直在做。过油。哎，过油，好，放一下。这个要吗？这个要对花爷，詹姆斯，哎，你要不要顺便把后面的讲一讲？我待会来。待会哈，我要过这个海鲜，这个炒一下海鲜。我过完之后，你待会把高汤那个加那个咖喱加进来，咖喱粉加进来，然后高汤加进来。哦，咖喱粉高汤加进来，好，应该可以。我现在不能动啊。对，现在是咖喱粉高汤，时间快到了，加一分炒一炒。好，先炒一炒。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加进来，然后高汤加进来，然后最后把豆腐加进来一起煨。高汤加进来就加豆腐。好了，时间到。快点，不能再炒了。对。加，快点，干掉了！要看多少啊？现在变成了。你先放一点，不然干掉了。到底是再来！豆腐堡要放多少嘞？好，海鲜还蛮多的，哦。哎呦！来，再过去一点，谢谢。然后呢？你刚刚的花椰菜没有过油啊？没关系，来过一下，过一下，分开放。放回去，丢开。这一锅真是很大哎，没关系，它也没有开火，花椰菜下去泡油了，余温。对面在求救了，对面要求救，来过来跟别人商量吃饭嘞。哎，葱加点这个，来拿牌子出来喊一下嘞。两位加点，老公快，姜一杯来，姜没了，姜没有了。哎，赶快喊他来，一杯来，那个牌子啊，师傅帮帮我，对，起。师傅帮帮我！计时开始。还有没有姜啊？都没了。再买一包吧。再买一包。我去拿。买姜是不是？哎，买姜。对，100块。哎，我刚刚有剩一点可以给你。不要买。我今天两组认识哈，食材都共用了。对啊。就是这种东西就这样子嘛，友谊深厚。友谊嘛。哎，手酱刚刚买的，不要浪费，关掉。哦，高汤。哎呦，其实两边煮的味道不一样哦，完全不这样才好啊，这样锅也很难评分哦。下面那个玉米粉，来那个热水黄鱼，这边用油锅测，然后拿砂锅来加热，好。小心哦，太早了。
有水温上不来了，水温上不来了。有没有什么要交代的？我现在把味道调了哦，然后你待会把豆腐先放进来哦，然后豆腐放进来，煨的差不多就把海鲜放进来，花椰菜放进来，然后勾芡。豆腐先，然后花椰菜再。哎，不要，会破。好，会破。他来弄。老公摸豆腐就破掉了。对。好久，刚刚有送餐。你不适合吃豆腐，老公。我不吃豆腐。那我先拿房间吧。很好。对，豆腐要下去煨哦。哎，詹姆斯，你刚丢什么东西啊？这把白白的，哎呀，那是什么？脸还是糖？在哪里？糖哎 ，You magic！ 这手法也太拙劣了吧！好，把它一路烧，对不对？最后三十秒，快哦，海鲜哦，抱歉，用这个，这个倒过去，好险，这个倒过来，倒一点点，对对对，倒一点点，倒一半。哎，好好，海鲜。哎，詹姆斯，你不能再讲。我没有讲，我没有，我只詹姆斯讲。真的不要再讲，没有讲，没有讲。有够勾的。来，隔壁走。走。酱油，勾芡，勾芡，我需要勾芡。你叫朋友，詹姆斯，你叫朋友要不要？来，要不要把豆腐弄散了？啊，我知道。糖留下。时间到。接下来要请阿基师，我们示范一下五星级的海鲜豆腐煲。好的，阿基师，我们示范五星级的海鲜豆腐煲，请看示范。中间可以随时提问。好，因为这绝对会随时。阿基师，这是什么高汤？什么？为什么大蛤蜊？这样子，这个可以，它绝对可以成为你们家的宴客菜，真的。哦。哎，原来大蛤蜊也可以这样走。对，大蛤蜊直接这样可以这样子走，因为用油炸的方式，透过壳的导热呢。它更容易熟成，更容易开。那你用水煮的话呢，其实不容易，要煮很久，因为它太大。所以有时候你好比说我们在热炒100的店哈，你看它炒那个蛤蟆啦、蚂，一过了油下去，四秒钟一道菜就搞定了。嗯，啊，这个很高档的食材啊，嗯，不敢用，怕被我们用坏。不敢用，对，我就是怕浪费。你看，你妈两边用的食材非常的多哎，阿姨还没有像你们这么多，她只有蛤蜊跟干贝而已啊。然后加一点虾跟松茸，这是真的是最简单的那种海鲜豆腐吧。我们比较花俏一点，啊，是谢，太花俏。你们刚两边豆腐切的形状是一样的吗？对，一样。还用的是高丽菜，还有绿花叶。那个应该是水煮的。开了有没有？有哎，等它放开吗？对，海鲜豆腐煲，顾名思义，海鲜一定是主角，大概要准备几样？不一定嘞。可是至少要有个两三样吧。你家境好的话，弄个八九样都行了。哇！但至少要有个三样，对不对？最主要要煮出来以后，能够味道能够成立啦。对啦，味道撕开。对对，大家好，我直接劈腿虾，直接这样就。还有那个师傅好会切，我好喜欢看他切这个哦。嗯，你看他切的都很过瘾，然后把那个纹理切出来，然后就一片一片，而且他片的好，每一片的那个以后厚薄度，有花枝就由我来切。真的假的？以后就一片拿。我已经学会了。那我今天呢？这样切的，切这个花枝呢，在切条纹的时候，我不像以往都是在内侧切。对。我今天在背部切，因为背部的神经膜呢很多，所以往往在吃花枝会感觉口感很硬，都是背部这边造成的。那我把它纤维切断了以后，腹部这边就很柔软，啊，所以有些时候刀工呢会影响。整个菜煮好的一个品质嘞，跟口感有道理，跟口感对。炸豆腐，哇哇，我烧了一个豆腐啊，切断，葱段，差不多备料了，全部都备，对，这样子就备料完成。过油，它真的是过油，也是很快速的。都过油，哇，油温要高，黄金哦，油温要高，很要脆，油温要高，好漂亮，好翠绿哦，上锅已经在热了。拿一点刚刚的油，好，准备姜末先下，香菇那个，它葱段切很大，对啊，本来就要切大。哎，是什么？这什么？蚝油，加点蚝油，香菇，香菇姜葱段。那么下蚝油的时候呢，我们的经验值呢，最希望人家能够在油里面稍微炒一下，对，因为它蚝油里面有甜度，嗯，甜度就是一种焦糖香了，嗯，那你把它炒一下子以后，它的蚝的香味会出得来，对对对，这个是什么汤？就是跟你们一样的那些虾汤啊，虾汤，对对对，大
高丽菜，高丽菜，今天我们炒的高丽菜给微软了，其他什么都是假的啊。那么什么都是假的，对对对，什么都是。你高丽菜的汤头没有出来，对煲仔的汤底你一点加分都没有。哦，哎对。其实你在锻炼肌肉的时候，不能全部都是蛋白质，你一定要有这个纤维质跟维生素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好不好？才可以均衡。奉劝所有各位那个健身的朋友们，健身不要再水煮了，没有那么恐怖啊，讨厌。因为大家都说我们很忌口，有一次我去买麦当劳，我竟然被路人说，哎，他们在健身，怎么可以吃麦当劳？我北边的麦当劳，我吃一下应该没关系吧？吃宵夜也要被骂，对不对？肚子饿也不行。你是有健身的人吗？为什么可以吃宵夜？这真的宴客在看起来就是就短板，对，很厉害，豪华。我把酒呢，这个时候拨起来，一点米酒捞起来，开了就好了。你不捞起来的话，这么大的肉了，会越煮越硬啊。对，会老掉。对对，海鲜味抓准了以后。你就功德圆满了。这个时候，我把虾子进来，还有干贝。那么干贝进来，我干贝还切得很厚。两分钟熟。啊，切得很厚的重点就是让它熟的速度慢一点，不至于太老。好的。阿姨是已经掌握了大蛤的熟度了。对。海鲜的熟度了。进来啊。准备起锅了，现在在里面你浓我浓的。嗯，没错。准备做最后调味。嗯，一点白胡椒，一点点胡椒提味而已啊，调味都很简单。对，要不然拿海鲜就很可惜啊。你们现在等一下吃我的海鲜料，等于是油泡生炒的一样，那么带一点点这边熬出来的汤汁。哇，那么食物没有完全熟成，请千万不要勾芡，因为它一降温的时候，你的东西就不好吃了啊。好，那么有一点点吸熟状啊，那现在起锅之前。香油，好，麻油放到那里面，这边就不要了啊。好，姜末打底，姜末打在那儿，葱进来，高丽菜进来，想不到啊，打底，然后上去，哇，好看哦，哇，那好，海鲜看起来就是很嫩 Q 啊，哎，这是端端，天啊，端端，你们看。那我这些蛤蜊呢，有没有沾到汁道？没有重点，它原本的味道都已经很美好了啊！不要浪费。嗯，对。那么起锅之前呢？好，谢谢。完成。完成。海鲜豆腐堡。厉害。好澎湃哦。对啊，没看过这样的海鲜豆腐堡，五星级豆腐堡。根本是海鲜佛跳墙了呗。来，海鲜佛跳墙，上锅。好，今天剩一个，这一锅可惨可厉害，我跟你讲，要心理准备。鲜哦，真的好鲜哦，好好吃哦，好好吃哦。先吃上面的，来，请。嗯，可以哦。嗯，是啊，嗯，加一颗，没卖啊。我们上一把有买一颗，就用下去。两颗是干贝啊，好吃。半杯发酒，吃这边的。但它是不是如传说中的咖喱，是不是比较不容易表现海鲜？你们有放香菜吗？我觉得很能表现呢。我不好评论。好吃。这咖喱味还不错。对啊。再一票哦。准备，海鲜豆腐堡获胜的是一、二、三，举牌。哎呀！哎，好远。今天看吴师傅怎么说？不敢回家了。它的凸显度不会像这边你一口下去那么的惊艳度。嗯，哦，因为你的咖喱，其实你咖喱跟整个的一个椰奶部分调得很平顺，很平顺。可是这边整个那个点爆发力是后劲是很强的。哦，那包括整个鲜度，你这边的整个香气什么就有点被压掉。但邱宝郎师傅这么讲，来邱师傅，那为什么我选择这个咖喱？那咖喱呢，炒的的确蛮到位的，然后相较之下。它的豆腐呢也炸得还蛮不错，那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种咖喱口味，然后海鲜呢又不会太老，不喜欢吃老的，对不对？哎，应该是这么说啦，所以说它还蛮平顺，所以说我个人还蛮喜欢这个咖喱口味。好，其实这一票当然的无关胜负，但它还是投到了你们那边，为什么？它顺着我后面吃的时候，尾韵的加分它是有的，但不是说它烧不好，
还是烧很好了。那这边稍嫌有一点点可惜，就是说如果再加重一点点的椰浆进来，它的咖喱就更出色。你们没有打折吗？就不会感觉说味道有产生一些彼此去冲撞的这样子。四比一，嗯，恭喜大胜，恭喜詹姆斯队获得了2900。两千，不是，就1000，1000，啊，我900，这样可以。哎呦，不错哦。哎，那还敢拿了就不是。谢谢，不谢谢，谢谢五位主持人。大家还是要记得准时收看《型男大主厨》。祝所有的天下所有的夫妻既健康又幸福，晚安，拜拜。主厨私房汤面暖乎乎登场，陈哥一寡敌众，想要独享美食，却惨遭众人围剿，让他有苦难言。和和二鲜暖心面，白胡椒粒进来，这么多辣豆粉酱，小滚个20秒钟就行了，然后把它倒出来。那么倒出来以后，这个汤再下去，用这汤来煮面。对，让面线汤了，跟牛肉跟蛤蜊结合了，它就非常精彩了。好香。好香哦！今天不是我一个人吃，就三个人，三个围剿他嘛，对不对？没错，这三，我说三个人没挤，哪有？对，我觉得你今天衰衰的，真的，让他继续衰下去，很浓郁的汤头，好暖哦，是不是很想吃啊？还好。麻辣酸辣面，猪脚肉、大豆拌拌进来，你就把它拌炒。那现在经过料理器稍微把它打一下，有没有？它香气就出来了，把它倒进来。哇，颜色就不一样了，像豚骨高汤一样。那有的部分一定要把它煸香。哇，这次是几人吃？一。我预感你一喊就中了。但我先通灵一下，我把笔准备好了。先画吧，先画吧。这次是几人吃？一。对，怎么样玩这个游戏啊？更多的精彩内容，请锁定《型男大主厨》。